Louis， 你嗰个系咩嚟噶 ？Fireman Bank。Fireman Bank 有咩用噶？我哋装嗰啲钱就唔好唔见。系咪我哋储钱噶？系啊。咁点样储噶？结果入落去衣。爸爸俾咗几多钱你啊？爸爸话每日。五咯。五乜嘢啊？五钱咯。五蚊系咪啊？系。爸爸话乜嘢啊？佢话咧 ，every day 同埋 every month 咧就入五蚊。Every day 就入五蚊，跟住咧？如果咧下次爸爸爸妈放假就可以买玩具用五蚊嗰啲咁。咁可唔可以自己攞出嚟噶？唔可以。点样先可以攞噶？如果爸爸妈妈喺度。咁你記住咯喎，知唔知啊？要自己儲錢，自己買玩具咯喎。OK。Smile。